长得细毛白皮肉肉肉嫩嫩的。那感觉才白肉就是嘴儿。啊，你要了称是磅称呐？哎，那个猪就要300斤嘞。哪个看不见到？哪个？没得没得。没得300斤那个大的猪啊！你要是我称了，哪个？哪个大些？没得。那个小点儿，那个没得，那个200多斤。200多斤。嗯。你我觉得两头猪杀一头卖一头。自己吃一头卖一头，闻辛辛苦苦闻这个东西去算了，一年的要7年的肉，黑猪肉香哎，对不？是的，不是你怕吃不完了？那么多人来，一家人吃不完一点儿了？是这样子的，把本钱卖出来，你才吃。把买的本钱卖出来，是这个意思？我们买这两头猪花了多少钱？那时候买的时候是。9块钱斤那是，1800两条猪，两条猪是一对1800斤斤。你看我们杀一头大的，我们一家人吃，卖一条小的把本钱卖出来。你觉得卖出来吗？你那么多粮食不赚钱啊？天天喂你一天人工费10块钱要不要？360天。不能这样算吗？哎、自己家里那个农村那个算都卖的哈，算了专门出去给他。你要这样想，两头猪杀了，我们一家人要吃快1年半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的话，如果你全部选择腊肉，天天吃腊肉，你去把它冻在那个冰柜里面，你保起。吃的又是冻的肉，是不是嘛？是的。所以的话，你杀一头卖一头是最好的。有时候趁你身体了吃一下，想吃腊肉，一头猪的腊肉还不够你吃吗？也是也好。不够。两头猪全部做成腊肉，太多了噻。那如果说就每年来喂的猪，过两年是买一头猪杀去吃。那老王那么多包管，嘿，我连我那么多包不？包不卖了，还可以买一条猪回来噻。不是这样子算的。那算账，所以说算不成的嘛那个账。农村那个账算不成，真的找花的来包不来，算不了。什么东西恰当就好，合适就好。那你那么说呢？我那包括最起码你要3000斤，都卖个30000块。1块5、1块5、6斤呢？啊，包括是1块5、6斤。是不是可以买一条大回猪回来？啊，不值。每年还是喂两头猪，还是喂吃一条卖一条。是看你家里面喂个猪喂个鸡，它是有那个叫加分的价值。要是说实话，要是家乐和小米办酒结婚，都不要卖，那就这样子噻，两头都不要卖。就这样子，留一头过年杀一头，留一头他们给他们嘛。是不是拉下他们两个拉屎？我妈已经在催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拉屎。朋友们坐正好。哎，对，给。小心里面去，要你们陪我就不分了。那他们聊，老子你看吧，他是不是个人笑的？他个人跟那笑着好大话。你在坐下来，你也没点儿哈。
你从来不和媳妇儿，你只有跪键盘。哎，搬椅子球球。哈哈哈哈为了干嘛现在都不干这次咱们聊这里是叫妇女翻了身，就是比男孩要分析才行，是吧？男女平等，那本来就是这样嘛，是吧？不知道哈，怕媳妇儿的并不是软弱，就说听媳妇儿才发财，小伙子知道不？尊重，互相尊重。哎，媳妇儿她是女孩子，她都是为了这个家，知道不？所以我最喜欢和我妈出来了，因为我妈永远是帮媳妇说话，媳妇错了也是媳妇的对，不是的，媳妇对了还是她的对。女同志只是有体会，知道不？老两口啊，有好长的。就是噻，瞧个中东那个老子，他上回来才能见到，他到了后面了嘛，才说他不到了。我谁今天都冷得很。你两个要买么子东西去的？包子。你要去买包子去？要吃妈妈的包子，侄子请我吃的，哥请请客。那你也不请妈妈去吗？我买份儿。我请。你也请了。哈哈哈。那就去那请上了。那就请上了。他过来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你还晕不？不晕了？什么人提的？他不晕了。哎呀，你不是爸爸晕吗？是不是？我说是家不说的不能晕的，你真的是。妈，坐一会儿。嗯，要得。坐一会儿我们就回去了啊。要得，要得。哎。所以以后出来，然后妈和爸就要一起。啊，将就了一天了，我现在在一起，我哪一天在一起？是吧？孙子也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两个说实话。我们这个老大这个年纪，是谁？像我们这个岁数，自然现象去合作就行了。下一代给他推上他们，我们都各个主人去帮助他们，是谁？所以没办法，这些东西克服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不能依赖性太强，懂不？独立性要强得起，懂不？我们要帮助他们，带孩子要生在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根，带好，培养好，对不对？也是你的希望，也是我们的希望。你说、啊，小莫也剃了个发型，怎么样？我的发型可以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得要发型好一点，才能衬托一下。走了哈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慢走啊，你们。